我谁？我是你爹爹。好尴尬呀、啊！刚才我一进来，突然发现我开那个开了一点，开了一些磨皮美白，它没有显示出来。然后我刚才调整一下，它就显示出来了。等到时候，到时候重播的时候就会看到我的脸突然一下变得细腻。喊人去了，喊吧喊吧。我吃完了，我其实本来想拍照的，但是我真的好累，我吃完我就想躺着，我就想直播完之后，我就，哎呀，直播完我就卸妆吧，反正明天也能拍照的，明天拍也一样的，不是非要今天拍，不许看重播，气死了，就看到脸突然一下就变得很光滑了，就很突然。Hello，Hello 啊，Hello，好久不见呐，大家，好久不见呐，谢谢 Y 哥的荧光棒，谢谢 Y 哥的奶茶，谢谢 Y 哥的奶茶，谢谢。好热呀，刚刚吃完哇哇，因为我身边会有一些人，他不喜欢吃哇哇，就是。吃的娃娃会想起它原本的样子。今天是什么皮肤？这是这个，动感小黄人儿七彩皮肤，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诡异的组合。这下面是小黄人，上面是五彩斑斓的头，就感觉诡异的可爱呢。晚上好啊，就是我买了一个手机膜，我现在就想给我这个手机贴膜，可是他现在在直播，怎么办呢？但是我现在好歹就给他贴上。可以，好韩。我今天就是想试一下，因为我其实是双眼皮的，我以前这么双大概，然后结果长着长着长大贴双眼皮，然后来了这儿之后又贴双眼皮贴多了之后就变成了内双了。然后内双呢，就只能画，就是画点那种韩一点的妆。我就是可能画的也不是很熟练嘛，我觉得可能之后会越画越好吧。其实这个妆还是有点脏的，不要拍。对啊，没拆呢。这个就是什么？就是等我直播2天之后，我把它拿去退货。机灵吧，老机灵了。我试一下，要不在线贴膜吧？我不会贴歪的，我是老贴膜手了。我给好多人贴的膜，其实我也不会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看了我一次贴膜之后，然后周围所有的朋友都来找我贴膜。我心想是我手不抖吗，还是怎么着的？为什么都来找我贴膜呢？我也是自己贴过来的呀，我也没有多厉害呀，就开始找我贴膜了，好奇怪。别贴歪，别贴歪。收钱吗？你看我像收钱的样子吗？从来没有一个人找我贴膜，给过钱，都是江宇航过来帮我贴个膜。我说我好像也没跟你说过我会贴膜吧？有的人理由很扯，就是啊，你学过美术，你的手一定很稳，来帮我贴个膜。我心想，就是，你细心点，有手也不会贴歪吧？先把屏幕擦一擦，擦一擦，因为我一直都没有贴膜。对啊，都是大佬的口气。好久不见了，狗熊讲，哼哼。然后我就默，就开始了，奇奇怪怪的贴膜业务。很奇怪，直播 TSA 其实也还好，反正也不是很影响。然后我已经用湿纸巾把它擦一遍了。
现在要用干毛巾把它擦一遍，擦一擦一遍。我在贴膜呢。今天是什么活？你们就是觉得我天天都要整活是吧？我也很累的，好吗？天天演戏都很累的。这玩意儿到一种点才会想要演戏啊，也不是什么时候都想演戏。然后现在要拿这个除尘贴，除尘贴把它。把这上面的脏东西粘掉，先看看。这样滴下来看可能会有一点灰尘，把它粘掉。好了，现在开始最重要的一步了。我买的是防窥屏呢，打雷了。有一点小气泡，把它挤出去。我在很努力的避开那个叉，就是退出直播的那个叉叉键。反正就之前就是贴膜的时候，就是我自己贴了一回嘛，然后没有气泡，然后我周围的朋友都叫我帮他贴，奇怪。谢谢，我只是因为脸小，所以显得眼睛大。我眼睛很一般的，我妈妈眼睛才大，跟戴了美瞳似的。对，我要给你们贴膜。你们这些人都得给我贴上膜。你 iPad 贴坏了5张膜啊！你要不下次握手会来，我帮你贴。握手会新业务有了，大家过2天握手会可以找我贴膜，我贴好了。我看一眼有没有气泡。没气泡。哎，不愧是防窥屏的，45度看不到了。耶，糟球，让你们看到了我的。我脏乱差的卧室一角，你可以找我贴吗？心碎再无人的街，嘘，不算哈，不算嘘。心碎再无人的街，我的伤悲你没发觉。哎呀，糟了，有一个小小的气泡，一点点，也特别小。哎，我把它弄没了。哎，没有了，哇，好奇怪啊，为什么一点气泡都没有？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他们叫我找我贴膜，但是这个膜好暗呢，我感觉我的手机屏幕一下暗了好多。贴好了，防窥膜是这样的，好吧，那可能它就需要一个亮度。贴好了，我跟你们讲，我一点气泡都没有，到时候你们可以来看。拿这个湿纸巾再把表面擦一擦，
在坐在剧场第一排，也在很认真看直播啊！你现在在看公演吗？超威啊，好厉害！一边坐在超威上，一边看我直播，真爱了，真爱了。低龄？什么低龄？我今天不寒吗？有点寒呢。我想弄法式刘海，然后慢慢的把它变成那种没有刘海，从没有刘海过渡，我是这么想的。可寒了，今天小乔都没把我认出来，我看他一边在梳头一边盯着我，我说：“Hello，好久不见。”他说：“啊，是你呀，没认出来。”我说：“哈哈，我今天没有贴双眼皮贴，就没把我认出来。”眼妆是重新化了吗？没有，一直是公演下来之后就没有重新化过，形象变了，变成熟了，有吗？太好了，我终于从16岁跨越了，我是不是现在成年了？我现在是不是可以算成年？谢谢叉叉 L21 送了个秋天的奶茶，谢谢无尘剑商送了个秋天的奶茶。怎么没有理你啊？我这个是他们送的，我手绘送的，一个可爱的、可爱的不羁丢是什么的？这个就是小黄人上五颜六色的。谢谢肥肠酱送了48个荧光棒，谢谢肥肠酱。你们最近特别喜欢荧光棒的，我发现了。越荧光棒的特效超级久，QQQ 一直会有，然后还可以用荧光棒组成那个缩写。要是以后荧光棒的字母再多一点，都可以拼画了，就是拼一句话。再利用他有生之年最后一个，用光照亮，向阳星途万里，还是你会说呀？要说还是你会说，谢谢哦。其实没有，我是一点点改的。我一会儿下来了，就从公园上下来了，我又重新补了一点，就是一点点把它修改。吃完了，吃完饭了，我也吃完了，可能让他们回来。我们刚才3个人坐反地铁了，就是没有一个人反应过来坐过了，因为我算着可能过一会儿就到了嘛，然后结果抬头看不是我意料之中的那个站，然后我就仔细看怎么不对劲儿呢，我说啊坐过站了，我就马上拍拍蹲在地上的润，我说我们坐过站了，然后我又跑过去告诉闹闹闹闹我们坐过站了，他们就哦啊。荧光棒可以摇那个哦，在最近的活动，不记得，好，我已经贴完了，我真的是个贴膜小天才，真的，你们要是握手会，可以来找我贴膜，省那点手工费，我现在已经开始跟那个贴膜的人士抢工作了，不过这个我觉得贴一张膜真的费好多功夫。要有膜，要有除尘贴，还有定位标签，还有湿纸巾，好像是，这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呀？哦，这是后面的那个镜头哎，它镜头也有哎，这是手机后盖的镜头，它也有贴纸。谢谢包贝送了2个荧光棒，谢谢。坐上海4号线一定会返的，为什么？摆摊贴膜，少女偶像摆摊贴膜，哎，这个算不算违规呀？如果不算的话，我就出去赚外快了，哈哈。没必要贴啊，容易坏呀，那我就不贴。哦，谢谢口吃酱送了一个夜蝶，谢谢口吃酱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希望你。国庆节快乐！然后呢，没事儿经常过来我的口袋房间看看。
经常来我的直播看看。国庆有个愉快的假期，希望你到哪儿都不用排队。我觉得这是国庆最最真挚的祝福了。希望口吃酱到哪里都不用排队。衷心的祝贺口吃酱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冰，好久没见，确实，我算一算，我已经很久都没有直过播了。因为就是感觉不想以一种不好的状态面对你们，所以说就是，我觉得现在我好多了，我可以很正常的跟你们交流了。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吗？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。我要在一层伪装的表皮下，掩饰的风平浪静，其实我的内心波涛汹涌。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，就像这个帽子，表面上他是一只小黄人，其实他已经脑海里五颜六色了。哇啊，好可爱，这个好可爱，是个逗猫猫的耶！谢谢红玉米酱送了一个戴安娜的凝视，谢谢红玉米酱丢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你的那个生柱啊，然后我重新补写了一个，然后给 staff 了，到时候寄给你。实在不好意思，我把一堆生柱放在一起，好像不小心被就是被收走了，就是我没有亲手交到那个 staff 手上，真的不好意思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原来这个猫猫叫戴安娜呀，就可能是为了响应好多我们养猫的前辈，他们肯定看到这个非常喜欢。你这帽子是在东北玩泥巴，东北玩泥巴不会戴这么干净的帽子的好吗？哇，价值这么 rich，哇！今天闹闹刚给我看了一只猫猫呢，那只猫猫价值上万块。虽然我看不出它贵在哪里，但它就是好贵哟、哦！哇，它的颜色就是白和橘，哇，它这好贵哟、哦，好贵！开心最重要，对，就当就是你慢慢觉得，就是当我基本的生存已经可以稳定了之后，我就觉得开心最重要了。对，因为你想追求的那些东西是急求不来的，它很有可能某一天就走掉。所以说。人活一世，开心最重要。哦，谢谢彭旭酱的荧光棒，谢谢你的荧光棒，谢谢，谢谢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谢谢你的八个荧光棒，谢谢。下个月继续下馆子啊？对啊，可以，又可以下馆子了。我吃那个蛙蛙，然后我就跟那个闹闹说，我说我在广州从来没有吃过这么辣的东西。他说你怕辣吗？我说不是，只是因为对比来说，对比那些早茶来说，这个东西真的很辣，就是辣椒里头找蛙肉，哇，我很久都没有这种感觉了。谢谢彭旭酱又送了三个荧光棒，谢谢彭旭酱，谢谢你哦，真的越活越大，越觉得开心最重要。世上的东西求之不得，虚空之眼，那我要扫射你。我来自虚空，那我带着虚空之眼，那我就是虚空之女卡莎了。矿工的头灯，你也玩过那个什么，那什么矿来着？黄金矿工，就是，biu 抓，biu 抓，biu 抓。伸出个爪爪，biu 抓钻石，挤，biu 抓钻石，挤。这是一个钻石，biu 啊，抓到爆炸筒了，bang，它不见了，它被炸飞了。我小时候喜欢跟我弟弟一起玩，因为他玩的别的游戏我都不太喜欢，什么合金弹头啊，我玩不来。然后我就跟他玩那个黄金矿工。然后我们就是还可以保存进度嘛，我们就玩，然后把那个进度刷到很高。谢谢麦芽 C 送了十个荧光棒，谢谢麦芽 C，谢谢，谢谢彭旭送了两个荧光棒，谢谢。哦，好的好的，biu 抓皇冠，biu 抓夜蝶，biu 抓哦，谢谢谢谢日语哥送了一个夜蝶，谢谢。
我还以为你真的要12点过来看呢，结果你看我最近都没有拖哟，我回来就直接直播了。谢谢日一棍，虽然你这个名字我到现在还不会读它，黑矮星，不不不，是我是个小文盲，我读不来。抓到了 ，biu 抓一点，抓到了。后面都不用读了，好的，谢谢你。不然我可能会搜字典，为了把这个 ID 读出来，先用手写把你的名字写出来，然后再去查这个字，然后大概要输三个界面才能知道你这个字读什么。谢谢大哥们，谢谢你。哦，阿里嘎多，阿里嘎多，阿里嘎多，好的哟，好的哟，等我直播完去翻。对，时隔很久的直播间，你要改名卑微滑稽啊！你们两个是在干什么？你们为什么要取情侣名？你们为什么要取情侣名？这个帽子好可爱，好像阿凡提，真的是1000个哈姆雷特呢。我一开始看到他，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小黄人，他的脑花炸出来了。但是因为他的思想很丰富，所以说他的脑子里全是五颜六色、七彩斑斓的这种脑花儿，就是代表他的思想很丰富。然后你看他倔强的眼神，对，你看他倔强的眼神，就是跟我如出一辙。就是虽然我的表情很冷漠，虽然我是个无情的机器，但是我的这双眼睛下藏着很多的思想，对，没错，藏着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啊。那我走，别走，别走，不要走。木木，你打电话跟我说了，木木木木木哲，对，木哲木哲木哲，对，哎呀，要重新读木哲，木哲，你这个字看起来好像赞的，哎，好吧，是我文盲，以为是浴帽，浴帽这也遮不到，确实，但是这玩意儿要是当浴帽的话，没有任何用，它只会跟着我头发一起湿掉，就觉得莫名的，这个设计莫名的很可爱，脑子上长了一个五彩斑斓的西兰花，炯炯有神。浴花呀，你们这个脑洞有点清奇哦，把它当浴花。大家想用你当浴花，你答应吗？吉吉王国，啊，他说他根本不能帮我搓夹夹，他不能当浴花，他只是一个无辜的帽子，他只是一个无辜的帽子。来啦，狗姐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呀！瘦了好多，虽然我还是瘦了，但是我的腿依旧很粗，肌肉是减不下来的，肌肉是没办法通过你脂肪退减瘦下来的。他是皇冠啊，好吧，我没见过这么丑，这么丑萌的皇冠。我是小黄人国的国王是吧？我叫黄王，哎，不对呀，这个名字也不对。谢谢狗姐送的巧克力，你不会开瘦脸了吧？来，我现在把瘦脸找出来，现在给你找出来。我现在从零拉到100，我给你看。我再从100拉回来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哦。如果你们喜欢这样的话，我也不介意一整场直播都这样开。外星人正常人，外星人正常人。现在我，对，我现在可以锄地了。就是你们那个换手机壳、手机膜的时候，我就拿我的下巴去撬你们的那个手机原本的膜，我就想撬起来，我就用我的下巴先给你撬起来，然后我再给你们贴膜。是不是很完美？这一套流程就可以种好了。啊！谢谢狗姐的巧克力，眼瞎了。
谢谢勾结的巧克力。对，可以把手机寄过来给我贴，是吗？虽然我没办法给你寄，你可以让那个戴沃，你可以让他给你寄回去，就是这样子。你到时候开语音，我就只就是你就开视频吧。哎，我发现电沃都没有开视频通话的呢，都没有一个人开视频通话，我还挺想就是开个视频通话的呢。然后呢，我就当着你的面给你 ASMR，给你直接贴一张膜。好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什么工具人呢？你不是工具人呢，无情的工具人。你可以在旁边替我递这些工具。哦，好啊，那还是工具人，不好意思，sorry。哦，电话规定不能视频啊，也是，万一你们给我播放些什么什么什么东西，从此让我的眼睛受到了污染，我就只有换个眼球生活。我点的苦瓜冰，我喜欢喝苦瓜和那个黄瓜味儿。他们就说这苦瓜好苦啊，你为什么喜欢喝？但是我就是觉得它好像也不是很苦，就是让你感觉很清凉。哎，天呐，我的后援会已经 CP 已经乱到这种程度了吗？我的后援会已经乱成这样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该我走了。我只能做到牵线了，接下来的幸福的日子交给你们了。你居然能喝苦瓜，我还能吃苦瓜。每次食堂炒那苦瓜，我看没有什么人动，我就会咬一大瓢。就是我们食堂会做苦瓜炒鸡蛋，我就会咬一大瓢苦瓜炒鸡蛋回来吃，就是很解暑，然后吃的脆脆的，然后就是那种，反正那种味道不在我嘴里，我不会觉得它是苦味，我觉得就是一种脆和一种味道，就是不是特别苦，就是它真的在我嘴里，我觉得不是特别苦，可能是他们烹饪的手法比较好吧，把那个苦味去除了大半，就是要把那个苦瓜焯一下水啊之类的操作，它就是苦味会少大半。就以前我吃过一个什么玩意儿，苦瓜里头塞肉啥的，那个苦瓜好像就是刚切下来就蒸了一下，就往里头塞了肉嘛，就是和肉丝，就稍微蒸了一下。我天呐，那个真的是难吃，就是我可能是喜欢吃处理锅的。谢谢爱航航的葱花送了一个巧克力，谢谢哦。苦瓜真的很棒，清热解暑。就是我刚才不是吃那个牛蛙嘛，就是其实挺辣的。又辣又烫，然后你就感觉口腔不舒服。我喝一口就好很多了。我喝苦瓜这时候感觉有人用棍子对着你的后脑疯狂敲击啊！这个是不是就是你的后面的，你的味觉都在那个神经都在你的后脑勺了？这么夸张吗？好可怕！我感觉你们吃苦瓜就等于在用刑啊！苦瓜酿肉，哎，对对对，就是苦瓜酿肉。我感觉这苦瓜对你们来说是用刑是吗？嗯，谁不爱西瓜呢？西瓜甜甜的，但是我也很爱苦瓜。香菜、奶菜、奶菜什么玩意儿？香菜也很好吃。我打料的时候打了一坨香菜，然后我就就着那个香菜和蛙肉一起吃进去，就是我会裹很多料一起吃下去。陈皮也很好吃，陈皮糖我不知道你吃没吃过，陈皮糖很好吃的，而且陈皮你应该不是单独吃的那个陈皮吧？陈皮还可以做很多调料的，干陈皮。老广表示苦瓜才哪儿到哪儿啊！你吃过更苦的东西吗？之前我跟黄楚英前辈他们一起去吃海底捞嘛，每吃完之后，黄楚英前辈拿了一去找那个后厨要了一根黄瓜，对，没有处理过的黄瓜，就是切成了段儿，然后蘸白糖吃。哇，我震惊了，还有这种吃法！但是由于摄糖量太高了，我没吃几块儿，吃陈皮会吐掉。香菜奶茶呀，哇，你这么说，我好想试试。我上回看到一个什么老干妈冰淇淋，我没有去尝试，我现在有点后悔呢。哇哦，对啊，我们好，口味好一致。不过哈基酱你还是要注意身体，有些不能喝的就先忍忍，后面再喝。
喝凉茶是不是很苦啊？我没有喝过那种比较正宗的凉茶呢，我喝的都是那种调过味儿的，就是比较甜的那种凉茶，是不是会很苦？所以喝惯了之后就觉得苦瓜还好，再忌口了，乖孩子，乖孩子。哦，看来狗姐还是比较不太喜欢陈皮，就你就没办法欣赏陈皮的口感。发个弹幕证明我还活着，放着当 BGM 啊？弹幕可以当 BGM 哦？你这么说，我突然想放点什么 BGM 了。等我找个，点开网易云。今天我和十字军还有那个王姐，对，军哥哥和王姐，我们三个，这个军哥哥说他是 E，王姐说他是 M。我说我是 O，我们就是 EMO 组合。挺不错的。我就说我们什么时候出道？当即就问他什么时候出道。喝奶茶吗？这不是奶茶，我一般不是喝特别，我可能更倾向于果茶一点。我喝果茶会喝得多一点，最近减肥。握手人给你的柠檬茶都给人了。其实如果是低糖的话，其实还是能喝的，应该还好吧。我也不是特别的研究，但是每次我都点半糖或者微糖，就是喝奶茶正儿八经那种奶茶，就真的那个热量很高的。小萝卜讨厌，是不是王姐教你的？不要听她乱讲，都怪王姐。看里头还有一片膜，可以维持到下次了。把它收好。这次已经用掉了。这什么歌呀？这什么？有点神奇，一边普通话一边用。我不仅对望了这首歌，啊，什么东西？我在犹豫要不要跟你们讲，虽然我觉得很烦这个称号。就是有一回我公演，然后呢，当时穿私服是联合公演嘛。我戴这个好像唐僧啊，唐僧的话还应该披件袈裟呢，我这个都不算。然后我当时穿了一件就是日系的嘛，然后我当时纠结在配黑色的长筒袜还是白色的长筒袜，然后我选择了白色长筒袜。然后呢，当时那个镜头角度呢，我在边边，对，我是整个显得最大的那个，对，就是人群是从这儿排到这儿的，镜头在这边嘛，就是我是整个画面中最大的嘛。然后那个白色的腿袜就显得我的腿呀，就像那个小萝卜。我下来，王姐就跟我说，就给我拍张照片，你说你看你像不像那个小萝卜？我当时没反应过来，我说啊，小萝卜，你是在说我很白吗？他说：“你看你的腿，哇，我气死了，我气死了，我真的好气啊！”他说：“两根小萝卜站在上面。土匪头子，这不叫土匪头子。那个，我那次那个公演戴那个什么玩意儿，戴那个纸帽子才叫土匪头子吧。然后握手会有个人跟我说，他说我是你。”我是你戴那个土匪帽入坑的，太有意思了。我说谢谢，以后这种机会还多得很呢。你居然是我的土匪帽粉，谢谢 MG 小马王爷送我的秋天的奶茶，谢谢你。萝卜毛你爬呀，无语啊，那真无语。对啊，我当时想这也能入坑，因为一般新粉嘛，他说我是新粉，我就会问他啊，那你是什么入坑的呀？有说 MC 觉得我放得开入坑的，然后结果他一来说是我说看我戴那个土匪帽子入坑的，我说我啊，气死我了。
就是我从好像就没有一个特别正经的，就是凭借个人的努力得到的这个新番，对，都不是凭我个人努力，都是凭借这个天时地利的，一个帽子好有趣是吧？就是萌不拉几的是吧？给我的直播间里增添了一抹色彩，一抹明艳的色彩，一抹五颜六色的色彩。你是随便进直播间入的呀？那说明我在直播里好歹整活了这么久，终于吸到一些粉。你是属于被朋友的，我要将将洗脑了，太可恶！天天在你旁边，就是在你旁边。然后就那个，你好像那个冰淇淋，你每次的形容词都笑，都好好笑啊！你每次都是些什么奇奇怪怪的形容词啊？是什么？我是那个彩虹冰淇淋，谢谢 Kelvin 送了一个秋天的奶茶。只有你是 Vlog 吗？挺好的呀，就你是正儿八经，因为我的才华，因为我的剪辑能力入坑的，是因为我的智力。你别再说我的智力，我连你的后三个字我都认不到。我就是单纯的喜欢玩解谜游戏，就是属于我自己笨吧，然后我又喜欢搞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哎，我在想，我要是时不时的我做一个这种题，我有一天是不是就是可以？达到了那种水质那种水准了吗？是不是就是日积月累？我是不是脑子就是有一天我就顿悟了呢？因为你看那些名侦探啊，他好像从小就要么就是家世里头就有那种侦探世家，要么就是天资聪颖，然后就是好像就是没有，就是他们好像天生下来就很牛，就脑子都很好使。然后我也想，哎，就本人不信邪吧，我也想试一下能不能通过我这个努力去那个呢？谢谢可乐酱送的荧光棒。你自己仔细看，这冰淇淋有草莓酱，挺好的呀。我每次挖冰淇淋，我都会挖很多这种五颜六色，是因为黑粉入坑的。我这唯一的黑粉就只有龙哥，趁他不在说他坏话，不怎么搞经验，然后看到我哇，说明。凭一己之力为 GNZ 吸到了个粉，奇女子，就是没见过这么厚颜无耻、厚脸皮的女人。让我来看看这女人到底能搞成什么事情。这是香草酱嘛、草莓酱嘛、这个什么蓝莓酱嘛，是吧？很好分呐、啊，这种三种酱，哎，这种一点点橘嘛，就是橘子酱嘛。谢谢 MJ 小马王又送了一个奶茶，谢谢送你秋天的奶茶。首播敲锣打鼓，你别说了，我当时其实是想跟他们排练一下，稍微就是整齐点，就是我脑子这里是有规划的，但是呢，由于我们没有提前排练过，看起来就非常群魔乱舞，所以说这证明什么？提前的彩排是有多么的重要，不然就大家就会觉得就是这个，啊，这辈子没见过这么说自己的，我确实厚脸皮呀。不瞒你说，我妈说了我好几年了。后来我仔细反思一下，有其母必有其女。好的，你这么厚脸皮，那我多半也薄不到哪儿去了。你这么一说，我突然想吃甜品了呢。哦，今天下公演的时候，我就端了一碗那个轻食嘛。我其实想回来吃轻食的，我没想过去吃蛙的。后来是闹的邀请我，我是心想。啊，我看到好多前辈在吃甜品，我说我也好想吃甜品，就突然一下我就想吃甜品了，然后呢，然后我当时坐到了那个车上嘛，就坐到车上了之后，军哥给他突然拿了一小盒那个马卡龙问我吃吗？我说啊，我下班的时候许愿说想吃甜品，结果马上就实现了，他分了我2个马卡龙。这也不是睡帽，也不是什么，它就是单纯的可爱的装饰品，为我的直播间添光一彩的。它就是个工具帽，是我的皮肤而已啦，皮肤而已。旁边的标签没，我主要是没找到剪刀了。
没关系，让它挂在这儿吧，证明它是很新的呢，很新的。你那个纸袋套头，我以为我被绑架了。不，看到我被纸袋套头的一瞬间，你应该担心周围的那些人会不会被我绑架。我就像那个大猥琐，就是不是我被绑架了，是我要去绑架别人。对，我一种，因为我周围的视线是看不清他们的，我每次要看他们走到哪里了，我得这样子转头看，然后就显得整个人很猥琐，就是这样。哎，然后中间又有一个那个什么发射筒啊，像那个弹珠超人一样，我就得很猥琐，就好像我在算计着一会儿我要怎么把他们套进麻袋里头拖走。因为你很吓人，这辈子没这么，哎呀，这辈子没有这么无语过，我太无语了，我这辈子都没有这么丢人过。为什么头这么大？我头才不大呢，我这是帽子大啊！谢谢可乐酱送了一个权杖，谢谢可乐酱，谢谢你送的巴拉权杖，祝您国庆期间事事风顺，事事顺利，祝您去外面吃饭不排队，祝您去外面买奶茶不排队，祝您去外面看电影坐正中央最佳观影位，祝您走在马路上不会被人挤着往后退，祝您坐地铁不会被人往里头挤，祝您乘地铁不会被人挤掉鞋子，祝您不会坐过站，祝您出门无风无雨无大太阳晴天非常舒爽，非常谢谢可乐酱为我送的一个权杖，祝刚才各位给我送礼物的大家都事事顺利，国庆期间不用排队，没有疫情的困扰，身体健康，然后吃嘛嘛香，身体倍儿棒，想吃什么都可以吃到，如果不能出门那也可以点外卖送到。是的，谢谢，七天都有公演吗？是的， Fiona 的话我都会上，除了十号那天的，很多人都不能出门的。 Fiona， 呸，什么玩意儿？ Fiona 不能出门，是国，就是因为有些学校他好像是管得比较严，都不能握手，已经要排队了。祝你握，哎，这样这有点诅咒，我总不能说祝你握手会不用排队，那证明你握的这个人，假如说你要握我，那我岂不是很糊？我就不能咒自己。祝您握手会，这个没办法，我不能再住了，我再住我就咒日记了，实属整不会了。你看我多会说话呀。握手会，我国庆加班呢，祝您们握手会不用加班，祝您们钉钉发来消息俱是领导发的红包，祝您们大半夜收到钉钉消息也是领导给你们发来的亲切慰问，祝您们工作期间的甲方爸爸们也为你们发来慰问的红包，祝各位给我送礼的大家和在直播间里的大家国庆期间玩的开心，玩的顺利。是的，谢谢大家，想好的说不定人家握了别人，我一口苦瓜水我喷死你，真的是。合影放在手机壳里啊，放到手机壳里，这样子如果哪天，如果你的手机被人摸了，别人背后一看，嚯，多漂亮一妹子，有点眼熟，哇，这不那个48线女明星吗？啊，人家这小偶像生涯过得太艰辛了，犯上他的人也是为爱发电，多辛苦啊，然后偷偷咪咪的就把手机给你放回去了，然后你就再也不担心你的手机被偷了，或许你也可以在我手机壳背后印上我的表情包，大家一看，嚯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小妹子乍一看挺可爱的，就是看上去精神不太正常，挺可怜的，估计是这位小哥的妹妹吧，有个这样疯癫的妹妹也挺不容易的。哎，手机还您了，给你放回去了，祝您，哎，到时候指不定在您就是解锁了你的手机，还给你支付宝里打5块钱呢。哎，祝您生活愉快，对，给您放回去了。就是在教你们手机防盗手册呢。
在背后印上我照片或者是放我照片的诸多好处。我真不要脸，太不要脸了。可咋整，正经聊天聊着聊着变成活了，可能我太高兴了吧，今天吃了蛙又吃到了甜品，好像我偷偷咪咪许的愿都成真了呢。所以说我就是心情好状态好，我丝毫不会，我现在因为公演的一些烦心事儿，就是已经不太能摧毁我的内心了，我的内心已经一遍一遍的硬成了石头。嗯，还好手机边用边框，没有地方卡照片。那你可以用屏保，别人一点开你的屏保，嚯，用艺术照啊，嚯，漂亮，太漂亮。我要是现在假装我的手机，他的手机是掉在地上，我捡回去的给他，他会不会把这个妹子介绍给我呢？哦，如果这个妹子是他的女朋友，我可以跟他套近乎。嘿嘿，这个妹子就是我的了。如果这个屏保的这个妹子是她的妹妹，哦，那就更好了。指不定这个手机的这位小哥觉得我，哎，一表人才，一身正气，见义勇为，把他妹妹顺带介绍给我，多好啊！哎呀，诸多好处啊！大家事不宜迟，赶紧设置好吗？真的，我就是想不出来哪一条是不好的。嗯，第二天手机在，五号有周边发吗？有啊，有我的手幅和我的那个自己做的卡片，我还没发完呢，我印了好像100多张吧，还慢慢发，发不完的。我在想再给大家发点什么呢？因为我现在再去做周边的话来不及了。我在想送给大家说什么东西呢？要不明天我公演完之后，我去外头逛逛看看。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送给大家的，除了握手会能给大家贴膜以外，就是本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技能，是的，就是微不足道的这些小事情，就是我到时候去外头逛逛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大家就是送的，好吗？你那杯奶茶为什么醉酒吗？酒不醉人人自醉，我不经常这样吗？难道你还没有习惯吗？对，里面被我掺了，里面被我掺了邪恶的精神药水，上头啦，上头啦，啊，一定是这家手打柠檬茶在里头偷偷的掺了假酒，让我上头了。可能是他用消毒水洗手的时候没注意，把手伸到了里头被泡了，然后我就喝到了酒精，我就上头了。小黄人浆，嘿，我今天的这个造型是不是很 Q 啊？很 Q 啊！我就喜欢这种组合怪异的东西，就跟我的脑子一样，我的脑子里就长这样，知道吗？大家，等多年，等我八九十年之后，等我八九十年之后。就是我的脑子被人取出来，被人解剖，一打开就是这种彩虹的颜色，知道吗？彩虹的脑花，见过吗？彩虹的脑花，可怜的我生柱没了。哎，摸摸头，我们都很惨，不止你一个人呢。没关系，下回看多久你的生柱，就是啥时候可以念你的生柱，我给你念一大段话，就是吧。反正你要不要来个贯口儿？虽然我也不会，我可以去专门练一下，或者给你来个800转，就是说北边面来北边跑，偏爆炮兵，说话受不了。炮兵怕把标兵碰，标兵怕碰炮兵炮，给你整一出，哈哈。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说我啥？哎呀，我就是经常这样子的。哎呀，你习惯就好了，真的是还没有习惯，真的是。对呀，都没有了呢，没关系，写得完呀。今天几号？写得完呀，明天反正 MC 什么时候环节我都可以写，然后一会儿我也可以写。
可以的，到时候可以，如果你要五号拿，我就五号给你。生日为五号，那就那天给呗，挺好啊。这是大小乔从韩国给我们带来的糖糖，羡慕吗？羡慕吗？哈哈哈。虽然我也想拿给你们尝尝，但是这个有点现借花献佛了，有点不太好。人家拿来给我们的，我借花献佛了，我应该自己给你们买点东西。糖糖，有一点点化了。他买了很多零食的，然后他当时在群里头发了大概10分钟吧，我才看到，我就过去拿，发现很多东西已经木有了。大家还是很积极的。是我大眼球，嘿，我也是红人，你们笑死我了。我发现了，我不正常也是因为你们不太正常，这不物以类聚吗？拉丝儿呢？刚才为什么叫我航妹？还没有人叫过我航妹。那我哥哥，这种事也要赖我吗？妹妹，这是什么事情都要背锅呢？妹妹真的好苦啊，什么事情都要替哥哥们挡着。妹妹是不是喝口水都是错的？不行，再说我口水都要流下来，这个糖有点甜。我没冰箱呢，我还等发工资我去看看能不能整个小冰箱来。大碗绿茶。这完蛋，千万别绿茶再作祟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不知道啊，我刚什么都不知道啊，什么都不知道啊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作品归作品啦，大家作品要分开啊，作品归作品啊。擦口水这个东西真的，你吃进去之后你就疯狂的分泌口水，我感觉我说两句话我就要咽一下口水，不然它就要流出来了。我喂大脚可以喂小黄人。真的好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戳中我的笑点了。三二一，失忆。这是在干嘛？我怎么在直播？我头上这个又是什么东西？我今天怎么还化着这个妆？大概是今天公演完了直个播吧。那没事了，很正常的事儿。那我们继续直播吧。我突然尝到了它的苦味，我之前尝不到，吃了这个糖太甜了，我一下尝到它的苦味。我也记不得哪首歌了，我对你印象最深的那首歌就是105度 Super Idol 的笑容。对，给我怎么笑了呢？你们是谁呀？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你们呢。你们是新饭吗？哇，真好哇，我好喜欢你们呢，谢谢新饭们，谢谢拍拍北极熊送了一个秋天的奶茶，我现在就是失忆绿茶女主角。啊，有人给我送过礼物，送了吗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，我都想不起来了呢。真是一个爱失忆的小笨蛋。好恶心啊。十月份
广巴分配的新饭呀。谢谢周总呢，谢谢周总还给我们分配粉丝呢，真不错。是定时定量的吗？我是不是每次去领工资的时候要拿卡去刷呢？今天妆面，因为我今天没有带双眼皮贴嘛，我就想要不试下那种单眼皮的妆，找了那种韩式的妆模仿着学了画一下。其实我也不是很会画，就是在调整，然后就觉得还行吧。今天小乔看到我都没有把我认出来呢，我至今都记得他惊讶的眼神，这样边梳头这样边看着我。我在摘耳麦，我说 hello， 他说啊是你啊，没有认出来。我就哈哈，我今天没有贴双眼皮。晒到他了，但他也可以给我唱啊。主要是紫萱酱唱歌很有感染力，让我记忆深刻。因为过了10多分钟，好多粉丝都被挑走了呀。嗯，那你是幸运的，说明呢我是按劳分配得到你的，说明你是那个正，就是说明你是那种劳动所得，懂吧？就是国家分配劳动所得，对，你都不是挑的，你是分配的。不，你要唱出那种动感，你不知道他当时唱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天那种的时候感觉，我感觉他好像现场在拿着一个架子鼓跟那儿边敲边唱，就那种感觉，就唱歌主要是情绪传递。然后你笑得像有个可爱了，我不知道，我今天我在车上拍的，突然就拍糊了，然后就觉得很好笑这个表情吧。我当时在吃军哥给的马卡，其实说实话，握手会和公演在同一天的话，其实还是有点累的，真的有点累。如果可以，我私心还是希望握手会一天，公演一天的。哎，我刚才是不是做了一个奇怪的手势？对不起，我刚才在说一天二天，我没有在比不和谐的手指头啊！你们千万不要误会了，我刚刚想说的是一天公演，一天握手会。你看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要给你们解释一下。完了，我又要施法让你们失忆了，不行，我不能总是这个样子。我就跟有那个大病似的，我真的有那个大病，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喝了假酒，可能就是今天偷偷许的愿望都成真了，于是乎今天很开心。我看脱口秀啊，就是我记得好像是周奇墨的段子，他说许愿这种事情，每次生日许愿的时候，当然都是要把愿望说出来了呀，就不明白为什么大家不说出来。你只有说出来了，能帮你实现愿望的人可能就在附近啊。你生日的时候你许愿，哎，我想要一台 iPhone 13，你的父母就在旁边，你的父母就会说，许完了吗儿子，愿望许完了吗？啊，许完了，好好吹蜡烛。哎，给我笑死了。你手里是什么？这玩意儿磨牙棒应该，这是水，这玩意儿能当磨牙棒吗？这个玩意儿是什么来着？因为之前就是吃不太下东西，就是什么东西吃两口就不想吃了。你看，就是这个辣条，我吃两口就放这儿了。就是明明我很喜欢吃辣条，但吃两口我就吃不下了，我就把它放这儿。就是我桌面上好多零食都是吃一半我就吃不下去了，所以我就喝这个葡萄糖酸锌口服溶液，而且葡萄糖酸钙锌呢，它补锌又补钙，像我这种缺锌也要缺钙，然后又比较酸的人，对，是的，就很适合。
葡萄，对对对。你父母最喜欢给你大嘴巴子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不该笑的，但是真的真的有点，我觉得有点过分了，你好惨。不好意思，如果他们给你如果他们给你这个大钳子我还能理解，大为什么要给你大嘴巴子呢？这以前被你当饮料啊，我姥姥把它当那种神药，就那种灵丹妙药，你知道吗？缺锌我也可以喝，因为锌在你这。哇，救命啊，你跟那个 rapper 有的一比了。每次你们说这种很甜的话，我就跟个那种直男直女一样，我就心里头特别的甜，但是我又说不出个什么话来能把你填回去，但是心里头就是冒着那种糖啊，哎呀，甜死了，甜死了。哦，你许愿 iPhone 十三就会大嘴巴子。Me too。给张钱再来个，如果给张钱给我大嘴巴子的话，我情愿他把我删种，我可以赚出，我可以被他删出一台 iPhone 十三。怎么会恶心呢？真的是说什么话呢？像我这种偶尔会突然一下冒出一些奇怪的甜言蜜语，所以我就很佩服，就是大家就是有时候突然就来一个就是那种符合主题、符合直播间的这个我们顺势的这个主题，但是又很甜的这个话。对，以前土话更会说，没以前那么有战斗力啊。有段时间土味情话特别流行，现在好像大家都说的比较少了，因为很多梗都被用烂。原来姜喜欢这种风格的，哪种风格的呢？我都会以我自己的那种方式去理解他。说话甜是甜，翻牌甜是甜，安慰我照顾我啊，然后鼓励我这些也是甜，只是像这种情话土味情话什么的就是比较直接，但是可以活跃气氛，而且就是直抒胸臆，对吗？直抒胸臆，理解万岁。 Hello 啊 Hello， 这个都喝完了。我说了直播十分钟，结果多少分钟了，不止了。我今天想拍照的，我有一条新裙裙，虽然不适合明天穿，因为它太热了，我打算十一月份再穿吧，那个裙子可热的穿着，但是想让它拍照，算了，反正我明天也会化这个妆的，我要记住这个妆长什么样，我现在拿着镜子仔细的审视我的妆容，记住了吗江宇航？明天这个妆就这么化，明白了吗？或者可以更好一些也行，但是你不能忘了，要是你明天画的不像这个了，别逼我让你点开你自己的直播间截图，仔仔细细的分析自己的妆容，再把它复制一遍。帽子的标签没剪呢，啊，对啊，我没找到剪刀呢，没找到剪刀，有剪刀就把它剪了，先把它放这儿吧。看直播回放，看直播回放的前几秒钟，那几秒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磨皮啊，那个美颜的，就是那个我开了磨皮的，然后呢，他好像没有点开，好像没有出来，我点一下他才出来，然后那几秒钟特别真实。哎，我说了你们可别故意过去看哈，那就过分了，到时候说哇原来，哎呦无美颜无滤镜长这样啊，不过如此不过如此，指甲刀啊。指甲刀离得我有点远，我不想洗，有点油，刷一点散粉。我之前朋友送我的一个散粉掉了，我耿耿于怀，我都不知道它掉哪儿了。那个散粉还蛮贵的，气得我。然后我说下次买一个送给他，把你理
就是把你礼物弄丢了，我很抱歉。我前几天住我家的那个朋友，我的天呐，他把我的厕所打扫了一遍，把那个洗手台，我才发现我就寻思我今天才发现不对劲儿。之前我说哎，怎么感觉我的这个洗手池的格局变了呢？可能是他稍微要用个牙膏或什么调了一下位置吧，好像变得光亮一点，有点刺眼，怎么回事？有点刺眼，怎么回事？摸起来，哎，也没有那种黑黑的，他给我打扫了洗手池，我才反应过来。没事儿，看过了，我揍死你们！素颜也好看，我可没在你们面前素颜过。你如果以后有一天挑个以后可能皮肤状态好了，有可能会素颜吧，有可能吧。Hello 啊 ，rapper， 你来了，专属请画好 rapper。没有滤镜又如何？本来就很美。有一个人握手会过来跟我说，他说你真人真的很好看。我说对，我好像不怎么上镜。然后我心想当时可能他都被我整无语了吧，明明是过来夸我的，结果一下子就自己就讲把自己给讲 emo 了。我就开始想别的了，过敏了没有？我刚才抠了一下生日会想看啊。那你不要想了，我还要公演呢，我不会素颜的。以后有机会我跟你说，一定在你们那个下次一定好吧，一定在你们眼睛还没有老眼昏花的时候会有机会的。本人真的好看，我而活，你隔了我20米看得清楚吗？拍的照片拍得很模糊，如果你视力很好的话当我没说，不过我确实真是很好看的。我可能就是皮肤状态不太好，对，但是就是咋说呢，就是我是觉得我那个什么差不了太多，就是不是说现在这个妆容，就是卸妆之后差不了太多，还是有几回直播我只打了底，画了个眉毛，涂了一点点口红，就是你把皮肤状态稍微的换一下就差不多是我素颜的样子了。对，眉毛淡一点，然后黑眼圈重一点，然后胡好吧没有胡子，然后就是差不多就是我那个，然后上脸上稍微有点点红，就差不多是我素颜的样子了。瞎说的，行吧。一号不知道为啥自己情绪也不是很，就找了你一次。哎，怎么了？是不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了？没关系的，大家那天轮番来安慰我，见我第一句话都是你还好吗，然后我就大家是来安慰我的，我好吗？我到底好不好？我总不能说不好吧，我好呢，我好像也没有好到哪儿去，那我就说一句还行吧。就是大家轮番过来安慰我了之后，其实我状态好多了，就是说两句，说多说几句话，就感觉心里头排解了一些东西出去了。已经忘了你说过了什么了，你见了我第一眼就说了一个那个什么土味情话，我记得印象还比较，虽然忘记是啥了，但是就是对，一来就是这个。然后你还没跟我讲完话你就走了，你突然有点五郎叔的感觉，我画上胡子差不多了。你猜他气死，花那么多钱过来握我的手，诚心的安慰我，问我一句你还好吗？我这犹豫了一下，时间都快到了，对他微微一笑，你猜呢？我都想把卷甩到我自己脸上。
我说你那种内心戏很足的感觉。好吧。得了吧，哎呀，就你，哎，你们真的太会说话了，都很甜，都很甜。哎，此处艾特肥肠酱，肥肠是属于带电卧了。哈提酱都没跟我说两句话就被收走了手机，可惨了。没说两句话，就是主要是如果后面没有排人的话，就是多说一会儿也不会怎么样。后面排了人的话，就是大家掐掐秒表就会掐得很准，然后让你先格外位。哎，救命啊！紫萱讲救命啊！哈哈哈。然后我发现你送给大家的有一款，就是跟大家就是同款，颜色不一样而已。然后呢，我说都能凑一套那个花季了呢。什么？你进来以为我要遁入佛门了吗？哈提可 emo 了。嗯，我知道他想安慰我的，结果一下子就是被收走了手机。嗯，感觉我坐下就成了老父亲，一会儿要翻站台买橘子。你在这握手坐着别动，我去给你买橘子。哎，最近有没有橘子卖呀？我要不发你们橘子吧，就是握手会，我给你们发橘子，到时候大家拿到橘子，先愣一下，然后吧唧砸到我脸上。咱第一次握手，啥也不知道。对，不能送其他队，就只能我们自己 unit。对啊，我闹润，发现了，因为闹不是来找我吃那个。娃娃嘛，然后他看到了，他说："哎，我们是一款吧，颜色不一样。"我说："嘿呀嘿呀，不一样。"啊，就等你说这句话了。我们已经自己分配了颜色了，自己已经分配了 Uliet 的颜色了，哈哈，这可太隐晦了。没关系，他已经跟我换了。我突然好想给自己画胡子，我可能疯了。我平时要拿漂胡剂漂一下胡子的，虽然我也没多少胡子，但是就是想漂一下。但是我好想给自己画一下，哎，不合适。我要是在这画一点呢，有点不太合适。哎，就难得今天稍微寒了一点，我就不那么作死了，画一点儿。我一直在幻想，我要是粗眼线会怎么样？就是很粗很粗的那种。我试一下，反正一会儿要卸妆。哎，这个玩意儿是眉笔的，你在干什么？我找一找。我的可爱的，我的可爱的眼线笔去哪里了？去哪里了？我找不到，我总不能用签字笔吧？别逼我用签字笔，这样我会疯掉的。写不掉签字笔，怎么去公演？明天我就上不了公演，嘿嘿，我真有点高兴。哎呀，我真找不到了。你冷静，你们阻止不了我。我要给自己开个眼角，自己画，在这里画一点。好像也没有粗到哪儿去。他们一般都要在下面画那种很粗很粗的眼线。画那种眼杂毛，对，拿这种画眼睫毛。看得出来吗？
好像也看不太出来。哎，怎么看不太出来呢？我现在在镜子里看的倒是很明显。先画一个大概，这个眼影的范围。小顾也在，现在这就只有我一个人，没人能阻止我。你们放弃吧。好粗啊！哎，这样才有效果呢。哇哦，我现在好像那个，我现在好像那个埃及艳后的眼线，有点离谱。还好啦，这个东西卸得掉的，先就这东西卸得掉的。主要是我没有那个，没有找到自己的眼线笔，我但凡能找到它，我也不会用它了。我可能是放到那个剧场没有拿回来了吧。我就只是一直。开了一点眼角，看的不是很清楚，画深一点。我感觉明天我的眼屎会非常的黑，中间连一起是什么意思？下面眼线连一起吗？哦，好像一圈都要连起来呢。上面眼线连一起，好吧，要是要涂那种很黑的那种。哇哦！眼线不是用这个画的，我只是没有眼线笔了，拿这个临时充当一下。然后，是不是眉毛还眉毛还要画的再浓一点？我眉毛总是画的比较淡，你看这样光一打都看不见了。因为我化妆总是舍不得下重手，但是我觉得总有一次要画的很重，你才能。这什么东西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，这也不是埃及艳后啊，我像那个木乃伊。再把迷门画粗一点。我这几天就是会看会玩一会儿那个什么，那叫什么来着，那叫哈利波特，对，哈利波特那个东西，然后我看到他那个妆容，我好想模仿呀。虽然他是动漫人物跟现实人物当然没法比了，但是我就是很想试一下。掉，其实已经很浓了，现实中很浓了，但是在镜头里还是显得不是很浓。你看我的眼皮是往下耷拉的，所以我眼线还得稍微调一点。我在化妆，我想试着把妆化浓一点，画上面一点。我就是传说中那种眼皮下面全是黑的，一睁眼没有了。啊，现在现在有一点那种粗眼线的味道了。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打底。
用最深的这个颜色，直接一上来要下个重手，下不了重手就没有办法化重的妆。对，来，我们先蘸取一点，往上晕染。由于我的眼睛比较肿胖，所以说中间一定要深一点。对啊，眼线画起来真的会看起来大一点。然后我要是再戴一个美瞳的话，眼睛就显得瞪大一个了。好烟熏啊，好喜欢啊！前面有点涂多了，前面不该涂这么多的，拿这个颜色压一下吧。然后这里要重一点，画出那个鼻梁。当然，眉头不能被抹去。这个添一点眉头吧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然后再把下面涂点粉色的，用这个粉色的。然后再拿一个大点的刷子，扫一点粉色在那个眼眶里，因为你的眼皮已经够黑了，所以你扫这点粉色其实也不算什么，不太重，再重一点。然后再在眼睛下面带一点，换一盘，颜色重一点。眉头带点色。鼻头再粉一点，然后再来一点鼻影，尽量把鼻子画的挺一点。虽然我鼻子就是属于肉肉的鼻子，但是可以勉强的用鼻影勉强画一点。然后千万不要把鼻梁和最下面的阴影连在一起，这样会显得你的鼻子像就是一根直不拉几的东西。然后往下运，整的好像我自己会似的，整的那么整的这个整个教学乱整的。谢谢公子开明送了个秋天的奶茶。谢谢，很朋克啊，复古啊，像唱戏嘛？真的假的？太浓了，还好吧？你看有些那种什么模特的妆容啊，都是很，就是很浓的，就是你近看，就是你远看看不出来，近看人家很浓的。我也要整个大浓妆。我再也不用那个口红了，对，我引以为戒，我再也不用上回那种口红了。我要换一支。哦，我像这种 bling bling 的东西也要涂的很多。下眼皮涂上，眼头点上，
这在点上。好浪费啊，这是裴姐送给我的。其实像我们的话亮片用的蛮多的，剩下的亮片就抹在脸上。啊，我的酒蹲酒。去拿个东西。哇，我的猪，我要拿一个，拿一只 Q。这支口红过期了，然后拿它来玩儿。虽然它的颜色其实蛮好看，但是它过期了，我就拿它当那种液体眼影。也可以当腮红啊，其实。闭眼怎么了吗？好吧，确实不能闭眼。没事，我只要不吃了它就没事儿。然后把小配饰取下来。头发散下。烂嘴怎么办？烂嘴的话我就去治。好废话，算，我也不知道算不算画完。其实我根本就不会化妆，我根本就不会画这种。是还要在面中部打高光的，但我没有，我就只有拿那种很亮很亮的颜色铺在这里，让脸蓬起来，然后在边边的位置，在这个位置打阴影。没有效率，我一般都是直接上发际线粉。反正搞着玩嘛。好吓人呢。好吓人呢，家人们。此时需要一个神奇的东西。其实主要是因为这个口红不合适，这口红太艳了，太妖艳了，换一个。哎，这样蘸干了好一点，它刚才太亮了。然后我这里还有小针居，小针居，它是落日灯了，小珍珠蘸一排。之前泫雅跳那个乒乓，它有一个。
有一个妆容是在眼睛下面贴一排这种小珍珠。好难抠啊，这个东西。哎，又掉了一颗。身上。叫艺术，你们懂什么艺术？可以循环再用啊，买那种胶，那种很好卸的胶就可以。哇，好艺术啊，家人们，艺术到我自己都欣赏不来了。哇，这个音乐好符合啊，有没有？你觉得现在这个音乐就很符合？你别搁这乱闪！命令你只有一种颜色。此时应该有个 fashion 的东西，没想到吧？我把花季的头套带回来。这个颜色太阴间了，我要换一个。更阴间。也好阴间啊，怎么这么阴间？救命。来一点面光，强烈的面光中和一下。嗯，不错。然后把下面的这个关掉。吓人吗？好吧，好像有点阴间，换一个颜色。好吧，更阴间了。我就在强人所难。好阴间啊，家人们。这样好一点，把它当背景光，不当面光。然后这个时候再把一个头发含在嘴里。有艺术家那味儿了没？这个时候再加一点什么小装饰之类的，这个脸上。我这贴了也看不出来呀。
一定是直播的角度不太对。我也觉得这么艺术的东西，哎呀，光稍微侧光一点。然后没有合适的衣服呢，很吓人吗？多么艺术，好吧。要么就直接这样，也不以正常示人。我看一下，换一个光。鬼新娘，拍出来调色说不定好看。对，主要是光不行。哎，终于有个懂艺术的啦，还是你懂，大家都没有懂我这种感觉。对，就是这种，我觉得我一会儿可以把这个，就是。关了，拍几张照片试试。对呀，专业，不愧是专业的，真的好专业的。我要下播了，我要拍几张照片，我要拍几张照片，那个什么拍出来，就是那种有格调牛的那种照片，我试一下。拜拜了，拜拜了，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？哇，好吓人呐，对不起。我就不这样，我就不那个了。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？只想让我赶紧滚。拍照脸加个补光吧，减少阴影或者增加对比度。哦，好的，再加几个光源。那九了哟，我拍几张照片试试看。拜拜拜拜拜拜，明天见。